各位早晨，我是彭建华，呢一节先睇啲天气消息。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昼四点至到六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随住热带低气压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同佢相关嘅强风区会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日稍后会渐转吹偏南风，预料今晚风力将会稍为增强。天文台会下昼四点至到六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按照現時預測路徑，那個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晚至明天的凌晨在廣東西部登陸並且移入內陸，但受到它的南側廣闊雨帶影響，預料本港明天仍然會有大驟雨，初時會吹強風。由於海面有湧浪，天文台呼籲市民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而在澳門，一號風球仍然生效，預料在上晝維持，下晝改發三號風球機會較高。氣象局話，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熱帶低氣壓將會在今晚至明日的清晨在廣東西部至珠江口一帶登陸。由於那個熱帶低氣壓正逐漸移近，並且會進一步增強，下晝風力會增強。氣象局會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風球。受到它的雨帶影響，驟雨漸轉頻密，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同埋會有雷暴。